二零一九年春节档电影在创下新的票房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盗版电影史上的新纪录。在春节档第二天，各种高清枪版资源就已经在全网乱飞，这种现象让不少观众变得兴奋，却让片方变得更加焦虑。四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已成功打掉八部春节档高清盗版影片的线下制作源头、线上传播网络以及境内外勾连团伙。 其并于四月三十日召开发布会，通报了二十五系列专案工作情况。虽然此目前案件已得到了解决，但其所暴露的关于电影市场的种种问题却仍悬而未决。这不禁让人深思：要如何肃清电影市场，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从而构建更加和谐、有序、统一、开放的电影市场环境？春节档流出高清枪版资源，提到今年的春节档电影。 不少影迷会吐槽小贵的电影票价，但也有不少观众会窃喜，花了几元钱就获得了堪比影院效果的高清枪版资源。当然，电影上映后流传出枪版资源这种现象在国内是屡见不鲜的，但今年出现的盗版电影却极其令人意外。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枪版资源出现的时间，盗版年年有，今年格外早，在春节档第一天就已经可以在网上找到。 《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等部分热门影片的枪版资源，有些看枪版电影的网友表示，自己甚至比不少去影院看电影的网友率先知道剧情走向和发展。在大年初二、初三时，春节档影片的枪版资源已经在全网乱飞，它的触角甚至蔓延到了外网。其次要提及的是枪版资源的数量，2019年春节档共有八部影片同时上映。 堪称史上最拥挤春节档，原本应该出现观众看过瘾，片方赚过瘾，票房数据更上一层楼这种皆大欢喜的场面，却没想到最后竟会出现八部影片集体被泄露的情况。观众的确是看过瘾了，还保住了自己的钱包。当然，最令人惊喜的还是枪版资源的画质问题。与以往枪版资源不同的是，今年竟然流传出了高清的枪版电影资源。 这些枪版资源的画质堪比影院效果，而且连片前广告都原样带齐，这着实委屈了各大片方。他们不仅白白蒸发了不少资产，还得忍着内心的苦楚去善后。据猫眼数据显示，但还是使得各大票房和院线损失了不少资产。有些业内人士甚至称此次事件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大泄露事故。由此可见。 此次泄露事故给中国电影市场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同时也警醒各界人士要更加重视版权。网民们作为枪版资源的终端用户，主要通过微博、知乎、豆瓣、微信、QQ 圈群等社交媒体渠道获取免费观看链接，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是在闲鱼、转转和各种贴吧、论坛等二手交易平台上。 以零点五到五元不等的价格买入的枪版资源，从获取枪版资源的方式上来看，今年春节档与以往别无二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高清枪版资源泄露案件是国内首起职业团伙利用专业设备、专门技术，道路制作高清电影，并与院线同步播放、线下制作销售、线上广泛传播、境内外勾连、非法牟利的重大案件。 从道路源头来看，主要是盗版团伙利用“幽灵一号”等放映服务器播放正版电影，然后高清翻拍，制作高清盗版片源，发展下线，并将翻拍的盗版片源添加水印并加密后上传至网盘，以付费加盟会员的形式将万余部电影提供给下线私人影吧非法放映牟利，从而形成了一条从上游制假到下游发行的完整黑色产业链。 盗版团伙的这种盗录产业链已经持续运转了两年。他们借鉴正规院线的监管体系，通过添加水印、加密、传输至网盘等措施监控下线，以防止下线再次盗录他们制作翻拍的盗版影片。然而，事实证明，百密也会有一疏时。逍遥法外的盗版团伙竟毁在了自己新加入的成员手中。新成员为利益再次盗录电影为加密。 后被卖给百分之七十九点七的服务器，设在境外的麻花影视 APP 等网站牟利，使得国内八部贺岁档影片资源百分之五十存储在海外服务器上。当然，此举也让藏在阴影中的黑色产业链浮出了水面。打击盗版电影，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此次盗版电影案件发生前后，片方、监管方和监管平台一直奋斗在保护电影版权的前线。 致力于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电影市场环境。在春节档电影未上映之前，国家版权局发布二零一九年度第一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借助春节档电影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率先拉开了二零一九年版权保护的新篇章。虽然国家版权局事先做出的版权保护的预防措施，并未能阻止高清盗版资源的传播。 但确实已经让各界专业人士有了心理准备。在高清盗版资源在网上流传后，片方、监管方和监管平台很快就做出反应，联手展开打击侵权盗版行动。《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率先做出反应，通过微博发声明，呼吁制盗版现象，并与《廉政风云》《熊出没：原始时代》、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腾讯等多部门合作。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各类网络侵权盗版活动。此外，公安机关也在多部门的协作下，迅速推进了打击春节档电影侵权盗版二十五系列专案查办工作，并于四月二十九日成功打掉八部春节档高清盗版影片的线下制作源头、线上传播网络以及境内外勾连团伙。截至目前。 各地公安机关共侦破影视侵权盗版案件二十五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二百五十一人，打掉盗版影视网站三百六十一个，涉案 APP 五十七个，查缴用于制作高清盗版影片的放映服务器七台，设备一点四万件，涉案金额二点三亿元。虽然目前春节档电影被盗案被落下帷幕，但此次电影资源泄露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仍然尚待解决。 首先是监管不利问题，因为此次高清电影资源是由影院内部人员泄露而致使多方利益受损。由此可见，影院存在对工作人员要求不严格、对整个放映程序监管不利问题，而各个地方也疏于管理各个影院，再加上此次案件涉及多个 App 和非法网站，这也足以说明我国的网络环境急需整顿和肃清。 其次是私人影吧，正当的片源市场需求被忽视。私人影吧是影视行业的新生事物，对影片，特别是新上映的片源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受到政策制约，目前无法通过正规渠道与正规影院同步获得新上映的正版片源。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我国尚未形成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才使得各种犯罪团伙有空子可钻。 但仍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和遇到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促进电影产业以及其他产业更好的发展。侵权盗版问题是我国诸多产业的薄弱环节，而国内侵权盗版现象屡禁不止，也折射出我国版权市场仍然需要严格的规范和科学的引导。同时，这也呼吁我们各方各界人士加入到打击侵权盗版的行列中来。 联手打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做版权的无知民众和旁观者。打击侵权盗版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